要固定来追踪吗？一般我们就一年两年追踪一下这样。一两年这样。对。意思你刚刚说我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？我没有听清楚，讲太快了。现在就是心脏功能都没问题。嗯哼。那这个瓣膜是叫这个是二尖瓣，哦，这页比较长，这页比较短。哦，然后这边也有一点闭锁不全呢，啊，但是没有录下来，没有录下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传输到这边，它没有办法所有的影像全部传。哦，那目前功能是还好，肺动脉压也不高，嗯，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啦，就注意血压。然后这一页这边比较厚一点，就有一点点变厚，二尖瓣。那个变厚的部分也变厚不会回复的，变厚是不会回不会回复，不会回复。就像我们头发白了就白了。嗯哼，那也是需要追踪了，是吧？它就是一起追踪啊。哦，这样子哦。